击很大。回到北京后，他过起了奢靡贪腐的生活。黄宏文嫌弃在北京的住所太小，于是让手下给他找了一个二层别墅，后来又换了一个三层小洋楼，买了好几套房子，还买了九辆豪车。平日里到各处考察，就坐一辆上海牌轿车，又搞来一台北京牌吉普车，开着到处打猎。这还不满足，他特别喜欢国外的轿车，于是借着手中的权力，花大价钱在西德进口了一辆豪华的奔驰汽车，还有多个品牌的国外豪车。生活的奢华程度啊，让人瞠目结舌。在吃上呢也很奢侈，因为喜欢吃西餐，特意聘请了西餐厨师，牛排、鹅肝、松露等名贵食材不要钱的往桌上端，吃不完的就直接扔掉。王洪文很喜欢喝酒，不是好酒不喝，对茅台情有独钟，在毛主席眼皮子底下喝茅台。据说在他被捕之后，在办公室的酒柜里发现了不少茅台，还有名贵手表、家用电器，吃穿用度每一样都很奢华。他在权力中迷失了自己，用特权享受生活时，早已将毛主席的叮嘱抛诸脑后，辜负了伟人的信任和期待。对于王洪文的转变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我是思思，下期见。